多時候我哋申請父母或者祖父母嚟咧，要等到七年、八年甚至十年嘅。我早上係五點鐘起身，六點鐘會翻到電台。其實藝術治療咧，其實係結合心理學同埋藝術。初初佢都唔知道張相背後嘅故事係咩，佢淨係知道呢個係佢爸爸。希望係嗰、那個。损毁咗个肌肉，已经系复原咗你嘅心脏。大城小聚，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六点十五分。